好多文青艺术人平时都好中意 D I Y 刻下嘢咁，但下下都要出去刻，刻一次又贵，又唔可以无限整。唉，对于佢哋啲艺术嘅狂热分子嚟讲，真系好唔尽兴啦。如果可以屋企搵自己嘅 studio 有翻部咁就好啦。所以今次同大家介绍嘅就系呢一部自动调节迷你镭射雕刻机 Laser Packer Pro， 佢系有方便收纳型嘅设计，机身小巧精致，可以由移动电源供电，携带都非常方便噶。专业款仲有埋三脚架、间尺、切割板、护目镜、激光防护网，好适合业余又或者系专业嘅镭射雕刻使用噶。配合专属 App 使用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打开无线蓝牙就可以即刻进行操作噶啦。佢会被高品质镭射头，工作时间长，稳定性好，持久耐用。自带工作警告警报系统、动作触发停止、密码锁、过耳关机等多重嘅保障设计，咁就可以避免事故发生，安全有保障。我哋就刻鸡个样做示范，刻出嚟嘅效果真系好仔细，仲好靓，摸上去仲好有质感啊！佢拥有四种嘅雕刻模式，可以直接导入图片、文字、绘图、绘画进行雕刻嘅。佢精确度是可以达到 0.01 毫米的，最大的雕刻范围是10×10厘米。无论是木材、毛毡、果皮、皮夹、纸张，定是布料等一切的雕刻材料都可以完美适用，那就可以让灵感成真，创造你想要的一切啦。